这一天呢，来我们这次在东博会带来了这个全果肉，在那个冰棍，还有这个榴莲猫山王，榴莲的果肉。而且我们那边冰棍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是用全果肉来打出来的一个冰棒，所以是跟大家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用调味品，也就是真的是全正宗的那个猫山王的一个冰棍一个产品来的。这一个就是那个猫山王的果肉，我们就用这个来打成这一个冰棒。对，吃了就会尝点糖。其实我们来这里就是来猫山的下个月在中国就会大超市就会有卖我们的品牌的那个产品。